国身后那一段就是柏林墙，但是这只是残垣断壁了啊，都已经拆了。然后这面是一个普拉扎，是个大型的购物商场。我对这个购物商场倒是很感兴趣，是卖什么的呢？啊，就是犹太人的，关于展出犹太人的问题。我先进去看一看。这边的话也是，你看这个柏林墙啊，也不是很厚，它这个墙都不厚，但是蛮高的。你看，大概就这样。这面像一只脚一样啊，这都是那个方向，就是伯劳寻宝门。这有一个热气球。我现在下底下去看一看。啊，这不是一个，这是一个那什么，这个只是一层展厅，我以为是好多层呢，其实这是还是同时是一个地铁站 S 线。